冬天你们的被子里也会有这么一个小可爱吗？你们以前生物课解剖小青蛙有没有留下过印？反正我有，所以我从来不敢吃牛蛙。不过被我妈连哄带骗吃了一口，彻底爱上。真希望你们也能闻到这香味。这一口满满都是肉，又香又辣的，越吃越上瘾。妈，我睡了。睡着了吗？睡着了。快快快，以我聪明的脑子跟我勤劳的双手，绝对能在最短的时间吃完所有零食。哈哈哈！超大份第二位肉松酥，下方链接同款哟。肉松拌着海苔跟干脆面，料多到我都数不清楚了。口感太丰富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睡着了是吧？还有30分钟，吃两口应该来得及。这包装高大上，哇，居然有8包料！香，蜜着柠檬跟鱿鱼虾仁在嘴里散开，这奇特的。你还吃你？妈，我说好了。什么味道？妈，别吃了，快赶不上时间了。吃什么鸡？敢吃？虎皮鲜虾是四川的，虎皮鸡蛋是江浙的，虎皮凤爪却是广东的，都是虎皮，为什么？啊！瞬间感觉到早起锻炼在点多的拿着爱的号码牌坐在至尊 VIP 包房，嗅着弥漫在空气中虎皮凤爪的味道。定闹钟，明早5点到。块头是真的大，皮酥肉嫩的，连骨头都能嚼碎，这味道真的绝了。你还没睡觉？妈，我就不去喝早茶了。